掀出半个人冰，晒出了多张照片。他乘车路过了广州的地标建筑广州塔，最后来到一家海鲜餐馆，品尝了龙虾等海鲜美味。由于恒大新赛季内援方面已经用完了五个名额，所以罗伯特虾出新赛季只能暂时以外援资格代表恒大参赛，但这在另一层面上也意味着恒大有充裕的时间例行办理规划手续。毛宁哭哭声。